而在我国的养猪大省四川，成都、青阳农贸市场里，一度因为猪肉卖不出去而关张的商户又重新回来了。村民就是觉得贵很了，他搁这涨了，我们利润就少了，我们回家刷洗个月。这肉价相应了，我才来的，晓得不？现在如果不涨了呢，还是村民接受。如果猪肉涨几元麻烦了，现在油价也跌了，所以说，总共还是老百姓还是比较满意。物价连两头，涨幅回落，短期内对百姓降低生活成本有利。 但 CPI 增速过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需求不足，挫伤农民种植和养殖的生产经济性。因而，如何保障农民增收，成为国家相关部门的新课题。为了保证农民的增收，那么这个可能会为后期的价格上涨埋下一个不好的伏笔。所以呢，我们调控方向应该要及时的调整。临桥站到了，请后门下车。临桥站到了。 请把改为油管不同的表示。下半年物价涨幅会呈现出稳中向上的态势，全年实现。祝福的还有精彩。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 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祝尊敬的奶奶三十六转的你在七步穿面容不改。祝三叔公和奶奶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马建成，童月月，2012年7月23号晚上发生在中华路交通事故，你知道吗？啊，事发时有无其他车辆行人经过？被撞的那个人有无随身物品？来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不让你救人吗？你一救了人，这事儿没完没了的了吧？把我们也牵扯进来了。 每天都要来这儿，这不来还不行。少商量，进去。你说人家请我吃饭，我都没去。又不是咱们撞的人，让你说你就说呗。哎，嗯，去。哎，我说。警察同志。 这是什么年代？什么社会啊？好人难做，好人难做呀！对呀、啊，他们是后来的。对，我们是后来的，是我们四个一起把那伤者送到医院。不光救了人，而且马先生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你说这个……好的，你安静，安静。马建成，你确定人不是你们撞的？ 我确定，我非常肯定，我们先到的，他们后到的，怎么能是他们撞的？你们安静，安静。不是我撞的。好的，马建成，下次如果有新情况，我们再和你联系。嗯，好。我觉着你们真应该在那儿安一个摄像头，别老问我们呀，对吧？我们又不是摄像头，你们问来问去，不还是那点问题吗？这耽误我时间，我们先走了啊。再见。哎哎哎。
月，吃饭了。能不能和你们领导说一声，这次咱们别去了，我们得喘口气呀。你拍这个干嘛？马上要进行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了。我想趁入户调查的机会去那儿看看。有必要去吗？就是想看看他跟这家人是什么关系。你应该在家多休息。这个是不是应该交给警察？你还嫌事不够大吗？你要真这么想，我还真不能让你去，不能去。把这衣服带上，海边冷。就穿上了，都是名牌。他等不及了，所以就穿上了。哎，你给你们家孩子买了吗？买了买了，省钱买的，这一身花了我好几百。就这一身还好几百啊？赚钱，小雨家也好多钱。他爸爸打鱼现在挣不着什么钱了，只留了一个好身板。哎呦，孩子别吃了啊，吃那么多了。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小云小，这几天他们俩一直在这里等着，他妈现在还没回来。你说他妈会不会跟有钱的男的跑了呀？别瞎说，
我妈也有钱吗？下车了，到站了，走了走了。哎，谢谢啊，我们走了哈。嗯。阿姨，我妈在车上吗？你妈没来。是我妈给我买了新衣服。别在这显摆了，妈没来，回婶子家。小月。东山村到了。姑娘到站了啊！哦，啊对，对不起啊，谢谢啊。大家伙听好了，都歇歇手啊，等这个电网改造好了就不跳闸了，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方便，所以大家伙要配合着点，别给我添乱。哎，老乡。哎，请问陶主任在不在？哦，我就是。陶主任你好。哎哎呦，我是佟月月，咱俩通过电话。哦，想起来想起来。您好，欢迎欢迎欢迎。您好，主任。来，这给我。别别别，我给我吧，给我吧，给我。谢谢。别叫主任呐，就是个小村长，叫陶村长啊。行。早就盼着你们来呢。你看你们就是有效率，这说来就来了。吃的住的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就住在老谢家。对，你电话里边说也是要住在老谢家。你们认识？我说的是小云家。对，你们认识。哦。哦，我以为你们是亲戚呢，也好。一个女同志住在他们家方便，来里边。哎呀，姐姐，姐姐，大水洗手，等着。嫂子，嫂子，哎。嫂子，哎呀，来贵客了。哦。供电公司的佟工程师，施工的这些日子就住在你家。哦，嗯，好，来进来，来坐吧。村长。嗯。坐坐坐。嗯。来，拿。哎呀，你这是。来，哎，云子。云子。来了。做点好吃的，就想着我们。一定的，来，这个。那村长，嗯，就住在我那屋子。好啊，好。来，你看，来看看。哎，云子。楼上的。对呀。孩子们吵你。啊，简陋点。没有，挺好的，挺好的。嗯，成吗？啊，成啊，成。那来，哎呦，村长，村长，哎，我们有食宿补助的。哎呀，这和你没关系，住哪家都有啊。那那我沏壶茶去。你别忙活了。我还得带佟工程师各处转转，啊，叫他了解一下情况。那佟工程师，咱走。啊，哎，对，走。嗯，那我们，照顾好啊。
怪，老公，听得清楚吗？啊。哎，哎。到了吗？我中午就到了，这儿信号特别差。是那家吗？对。我住进去了，那个叫小云的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是他闺女吗？对。我觉得差不多。村长跟我说，他们家的媳妇儿在城里打工，男人们出深海打鱼没回来，家里就剩下老太太和两个孩子。那就是说，医院那女的是他们家儿媳妇儿吧？嗯。那她叫什么？古桂花。老公，你找时间去医院确定一下，她是不是叫古桂花？啊？你真是越忙越添乱啊！我这正忙着一个旗袍广告呢，我不跟你多说了。哦，好，好，好，你先忙吧，你先忙吧。嗯，嗯，挂了，拜拜。哎，拜。嗯。阿婆，回来了。我刚才迷路了。哎呦，我自己来。热水。哦。够了。阿婆，村长说你家媳妇也在城里打工呢。阿婆，家里什么人出海打鱼啊？阿婆，我能不能上去看看？去吧。我可以上来吗？小云啊，快让月月阿姨上去坐坐。你们好，我叫童月月，你叫小云对不对？我叫小红。你是小红啊？你好。
小云上几年级了？阿姨没别的意思，阿姨就是想知道你读课文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用方言呢？老师是这么教的，胖婶就这么说话。胖婶就这么说话呀？能不能告诉我哪个是你呀？嗯，啊，这是你。那这个是姐姐。嗯。这是谁呀？这是我妈。哦，我知道，你妈妈叫古桂花，对不对？你认识我妈？我妈也在城里打工。我知道你妈妈在城里打工。阿姨还知道你妈妈个子高高的，对不对？我妈在城里挣好多钱呢，我爸比我妈挣钱多。那你妈妈在城里做、啊、别缠着阿姨了，早点睡吧。阿婆，这电线有多少年了？很多年嘞。很多年了。嗯。好，谢谢阿婆。不用谢，有时间到家里来坐坐哈。再见啊。怎么了，小红？跟阿姨说怎么了？我姐老是跟妈妈打电话，不让我跟妈妈说话。我就是想把这种国际的流行的设计理念和咱们这个农民化的绚丽色彩结合在一起。范总，那个模特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开始，第一组。留下。好了，接下去吧，以后注意点，开会的时候把手机给我关了啊。哎，谢谢。那个范总，喂，老婆，又怎么了？我正开着会呢。老公，你听我说，你去没去医院？你确定了没有啊？我哪有时间去医院呢？确定什么？是这样，小云刚才在跟她妈妈通电话，那我们撞的那个人就不是顾桂花，她不是顾桂花。哎呦，老公，我理解，我理解，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同样心里面也不舒服。老婆，你别多想哈，咱们把她病治好了，不就得了吗？不是，老公，我是在想，如果她不是顾桂花，那他身上怎么会有小云的汇款单呢？那他跟小云就是……啊，行行行，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忙着呢啊，拜拜。哎，
哎呀，没看出来呀，这小子人才啊！是是。哎，皮特，你们几个把这画拿到策划部去啊，去吧。哎，赶紧赶紧，小石，我们发话了。知道了。都忙起来啊，别闲着。哎，我觉得小马这事儿咱们可以利用一下，可以提高咱们公司的知名度。你安排一下，必须大力的宣传啊！哎呀，文总，你太伟大了，我怎么没想到？快坐，你也坐。哎哎。你倒是饿了，可以随便拿啊。我表妹从美国打来的，哦，就说我正忙着。好。喂。哦。你看啊，这么。嗯。你来看一眼。好的，好的。嗯嗯。你这么把它摆过来。行。这就舒服了。好。是吧？好吗？再见。你再试。马组长，给你。你表妹问你为什么不接她电话，再有她让你帮她把车送去年检，然后把保险上了。行，知道。嗯。颜色还挺好的。组长，记者又来了。好好。您是马建成马先生吗？哦。我是长山市电视台记者林源，知道您很忙，不过弘扬正气、讴歌正义大爱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您支持。马先生，请您讲讲那个雨夜救人的经过好吗？哦，是您开车跟您爱人看到了被车撞倒在地的那个女人。是你们把她送到了医院是吗？马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受？请您具体讲一讲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救的。马先生，请您讲讲那个雨夜救人的经过好吗？哎，对不起，哎，救护一下。马先生，马先生，等一等。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小美女，你去看看一下，车祸的那个女的在哪个地方啊？不行，医院有规定。哎呀，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吗？不行，肯定不行。我们不容易，你就碰一下。我都跟你说了不行，不要是告诉你的话，我们主任会说我的，说不定还会开除我呢。痛着痛快就不行，小妹，起来。我不行，你回去吧。这叫轻奢啊。能听见我说话吗？喂，老婆。怎么了？哎哎哎，我听见了，听见了。啊，人没了。什么人没了？就是那个被我们撞的人。老公，他不会是……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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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医院还催着他，让他赶紧出院呢。那他能去哪里啊？老婆。你赶紧回来吧，老婆。那就是救我的马建成，马先生，你有自己的微博吗？不不，我们没。我说，由于车祸呢，我们这位患者呢，他出现了思维的障碍，所以无法辨清自己的身份和家中的情况。那么关于此事呢，本台也将继续予以关注。谈不上见义勇为，我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我觉得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应该恪守做人的原则。我觉得这社会啊，要是多一点像他这样的哥们儿，这社会会更美好。关于这场车祸，我们正积极的调查，虽然困难很大，但是呢，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我们一定会给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身为广告人马建成，在遇到被撞昏的thank you.
给你。好的。这是几啊？一。那这个呢？三。三。再清楚一点。三。吴大夫。哦，马先生来了，幸亏他和他爱人，你才捡了条命。王大夫。小孩几岁了？我还没要孩子呢，阿婆。你呀，你老大不小了，该要个孩子了。现在不敢要，哎呀，要个孩子就像挖了个无底洞，哟，掉了。你们家里的是干什么的呀？我老公啊，他是广告公司的，压力比我还大。我儿媳妇也在城里打工，不容易。孩子们，行吗？小鱼把我们家孩子磕的，对，就是就是就是，他先说我的，是你先打我的。他说我妈跟人跑了。你怎么说了？这不是你说的吗？好了好了，走了走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啊？他多可怜啊！你说他，阿姨，你还哭，你还好意思说啊？你别哭了。
冯工程师，啊，让您尽孝了啊。他不是老师，他是我老婆。哎，孩子们呐，爸爸妈妈出海的出海，打工的打工，放假的孩子们散养的不行，我就让我老婆山寨归老师。曹村长，他知道山寨？哪儿啊，有一个人管着，总比散放强啊。你稍后啊。小鸟唱着还了你格，小鸟唱着还了你格，农民伯伯也开始种地了。农民伯伯，行了行了，您好啊，都去玩去吧啊。怎么不跳了？一起来玩吧。好，我们一起玩，我帮你们牵着好不好？来。看看，嗯，不错，怎么样，好不好看？阿姨，谢谢你。别这么客气。不打了啊！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喜欢自己的妈妈，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妈妈，对吗？对。来，阿姨给你们照一个合影，好不好？好。阿姨，你来了。来来来，往里一点，往里一点，来。天哪！慢点。不是小姐，我哭了一天了，吵着要出去，他指认你。行，交给我吧，您忙您的。行，那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哎，好，放心吧。我想回家。你是不是叫谷桂华？来，咱们坐着说话好吗？我问你，你家是不是住在中山村？东山村。不是，家里有没有孩子？小云、谢小云，还有小红，认识吗？回家。不认识。我要回家。啊！哎哎哎哎，你有，不着急不着急啊。行，回家。我一会儿送你回家啊。你先让我
把这儿都挣一些了，好吗？别快起来！谢谢你们。别这样，谢谢你们。别谢谢你们。别这样，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谢谢你们。来，过来，过来。你们是我的恩人，谢谢你们。不用，不用。真的叫顾桂花啊？小马哥，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大夫说，他因为大脑损伤，导致了失忆症，就是以前所有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有些几个月，有些几年，有些甚至就一辈子。姐姐，需要点什么？要两个豆浆，再要一袋包子。值的，值的。多少钱？12块钱。好，谢谢啊，不必谢。
吃早饭吧。你孩子几岁了？小云，谢小云，谢小红，你想起来了？谁家孩子这么可爱？你趁热吃吧。我们一早就在这儿等你了。哦，建成啊，这个旗袍广告的客户呢说不满意，尾款不给。你把手头的工作交给艾米，去把那笔款子给我要回来。啊，这方案是他们确认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好啊，说得好。你把这个道理呢讲给他们听，把我的钱给我要回来啊。不是，范总。哎，范总。你真的很负责呀！你妹的！谢谢范总。哎，范总，人家说先等一等。他们公司资金流现在遇到些困难。哦，建成啊，那你就再等等，等你什么时候拿到尾款呢，我再发你工资，好吧？啊？喂，
对，我们现在还没买车呢。哈，韩警官，没关系，没关系，不麻烦，配合警察的工作是应该的，有什么事再找我吧。哎，再见。警察又找你了。啊，就是把国产油问了一下。哦，但这一次可问到咱们车了。月月，咱们还是赶紧把他给送回家吧。可怎么也得把他的病治好啊。他不挺好吗？你看看他，除了这儿，哪儿都挺好，啊。可是咱们现在已经负担不起了。来，我给你算算啊。去年全年咱们俩总收入，交了新房的首付款。今年前五个月，咱们一共是8万块钱的收入啊。1万块钱，交了房贷。人情份子钱碎了1万多，日常的开销3万多，给他看病，前前后后我们花了4万多啊，这已经有10次了，这都没算你那一部分呢。明白，修车还得花1笔钱吧？不修车怎么能年检呢？为了这事儿，我表妹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是老马家的，嗯。不用。给多少钱呢？我们是亲戚。你老家住哪儿？常山市。你姓啥呀？姓马。听说老马家不是三代单传，没什么亲戚。哎，我告诉你，这里要拆迁了，赶紧把户口迁过来，补偿一点嘛。警察同志，请坐。请问一下，来派出所有什么事情？马建成先生呢？哦，啊，我们是派出所的，我们怕他走失了，所以给您带回来了。
自己跑到派出所去了。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好好在家待着。你知道我们为了你操了多大的心，担了多大的责任？心里还特有理是吧？是我们救了你呀。为了你，我们花了好几万块钱，这都还不算营养费、误工费、车费，还有我们公司。小马哥，啊，过来，干嘛？我跟你说句话。嗯。说那些干嘛呀？我说什么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啊。你说那些没有意义。到派出所，我就是想让警察帮我找到捉我的人，让他们把医药费还给你。说出真相，什么？真相？现在的真相，就是让他赶紧好起来。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家。我心里过意不去。现在不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真相，
而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以后的生活，还有我们以后的孩子，不是吗？一个名誉扫地的人，无论他再做多少好事，在别人心里也还是个坏人。所以有些真相他就应该藏在背后，懂吗？我心里难受。撞人的辆车恐怕藏不住了，我咱们就要回国了。马先生，那你就先请回吧。行，那。难言之隐吧，多多理解吧。抓人逃跑太他妈缺德，抓住往死里整。我们也了解到，这位农村妇女不幸遭遇了车祸，肇事者逃逸，所幸呢有好心人及时将她救起，并且碰瓷了这么多，谁还敢救人啊？现在呢，我们这位患者呢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肇事者至今仍然是个谜。由于车祸呢，我们这位患者呢他出现了思维的障碍。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是吧？什么意思啊？这是我愿意的吗？我是被英雄。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人家一个劲儿往上抬你呀，你想认错都不行。人家来采访好人好事，见义勇为来了，啊，我来个坦白交代，合适吗？要真那样，我这人怎么做？今后这长山市我还待吗？你想过我没有？你是我丈夫，我这个人以后怎么做？别激动，你别激动，啊！其实现在咱们俩是骑虎难下，
骑虎难下的是我，不是你。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你可以继续去当你的英雄，我受够了。那我也受够了。你不如再把我也撞一次。小红，快起来，来，来来，过来过来。你怎么了？阿姨，能给我妈打个电话吗？你姐刚才没打电话。她打了吗？她真的没打。打了吗？她打。阿姨，给你个吃的，不哭啊。姑娘，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呀，是带着事儿来我们家的。我老头和儿子出远海三年了，儿媳妇在外边打工，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阿婆，
小云的妈妈。小红，给。啊，小猴子，小云来。小云，这个给你的。阿姨，这些都是妈妈买的吗？对呀。我好想妈妈呀。你只要乖乖的听话，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啊。真的。对，一会儿阿姨把电话留给你们，你们可以随时给阿姨打电话。好不好？好。阿姨，这是我妈的电话，能让我姐给我妈打个电话吗？我给你打电话，我妈能接到吗？可以呀。古桂花在我家，我开车不小心撞伤了它。人在就好，人在就好。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孩子，别再折磨自己了。
三年的大日子到了，那就是海事。政府给每一个失踪人员的补偿，一人一份儿。谢老帅，谢大海的。王长顺。这是武大力的。小云、小红，哎，来了，来，拿着。